其实我也自己这样子感觉到，我说修行啊，没有什么叫做哇，这个是大菩萨转世，这是大佛来转世，这是莲花生大士来转世，这是阿底峡尊者来转世。后弘祇是阿底峡尊者，前弘祇是莲花生大士。啊，这是这个创立宗派的宗喀巴来转世，这个都没有什么。所以佛陀讲了一句话：不要比大，大家不要比谁最大，谁最大，哪个大？然后我说我去皈依的，都是最大的。不要这样子想，什么才是大？释迦牟尼佛讲了一句话：“一道合则大，一道合则大。”就是佛陀这样子讲，你不要比大比小，不要比，你只要跟道合一了，这个就最大。我们这个密教的弟子记得，你只要跟佛合一了，跟你的本尊合一了，切切实实你跟你的本尊合一了，那就是最大。